台上燕姿出尽全力，令全场气氛高涨，加上佢一出现，气氛更加热爆啊！燕姿仲话呢位嘉宾系佢嘅白马王子添啊！我一辈子没抱过一个女孩会像她那么瘦，我会轻轻的抱，我可以抱。我的要求是，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？希望大家真的给我好好地、好好地享受一下。多谢晒你们。那时候是还蛮开心的，就是我知道他其实在台上也经验很多，其实看到他生出来那时候是蛮放心的一种感觉。是不是你现在是担心了，所以才有这个要求呢？如果有男朋友就会要求他吻你啊？不会啊，照样。有没有机会跟他发展啊？不太可能啦。